奇怪哟、是会我发哥，上面忽悠。来海葵，终于到。我家人也私信我，想看我再一次挑战吃海龟。今天他来了啊，敲一下，来一个。
了。客人，如果我们一口闷了下，请赏我一个双击，行不行？榴莲千层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必须弄他，沾点料啊！手撕葱姜鸭脖，哎呀，来一个，特别香。咖啡了，马上开直播，锁在直播间。咱得说了，我最近不飘了，连辣椒都不吃了。今天来一个狠的，忍不过。